这是今天最后一局游戏，同样也是一把渡劫局，是一把还差21分就可以升到不朽星钻一的渡劫局。渡劫成功就能顺利下播，美美睡觉；渡劫失败就痛苦加班。到底是美美睡觉还是痛苦加班，就全看这一局游戏。大威天龙，这个人是公公的粉丝，来给公公送人头来了。隔壁有人，他枪管子露出来了。对方拿的也是大鼻屎，不敢贸然进攻，只能这样贴边输出打体验枪。两个人就这么互相尬住了，都拿对方没啥办法，只能等新的契机出现。他在拔雷，听到没？往前顶，逼他取消。哎，他雷是取消了，但是怎么这么呆呀？估计没反应过来。现在来太阳掌管拿空投，还是蓝样子，先利用无敌时间来排查一下左边的这根柱子，然后再往右边柱子跟前封烟。封完烟之后，再来中间的围墙看看，看看有没有人。没人的话，就开舔空投了。主要是怕开启太阳掌管的一瞬间，有人利用大炮飞上来。这都是公公的上分秘籍，不知道给大家分享出来，公公还能上去分不？这把太阳基地跳的人有点少，就杀了两个，可就没人了。其中还有一名是粉丝，现在只能开着飞机出来找人杀。听到没？听到没？有个匍匐声。多放了4遍，大家应该能听到吧？没想到随机降落到一个楼顶，竟然这里面还有人。先用燃烧瓶破门，看他在楼梯口不在。不知道有没有烧到。哎，看到了，在楼小隔间，但是没打到。继续拔雷。没戴耳机，我也听不出来敌人在哪。玩这个游戏还是得戴耳机的。哦，漂亮！这个丢雷位置很刁钻啊，一般人都可能注意不到这个小窗口，但是它确实是可以炸到的。能炸到3楼这个拐角处，又看到一个人在2楼，应该是粉丝。粉丝的话就不打，过来给他染个车皮就走。给他垫个皮肤，虽然他车快炸了，但是也得给他垫个皮肤。哎，看到一辆吉普。这个吉普怎么掉头就跑了？狙，哎，中了！能不能再中一枪？再中一枪，估计人就没了。哎，没中，没中，开飞机追。吉普肯定没有飞机跑得快，人没跑远，就在这里，在树后。小呆呆。转眼之间场上就剩27名敌人了，防区又看到一个，哎，远处的人狙中了，但是没致死，还是先打脚下的这一个吧。哎，他被你偷了吗？漂亮，精准而优雅。
过来补了。哥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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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不是吧，这个也是粉丝吗？怎么全是粉丝啊？现在公公都这么火了吗？嘿嘿，箱子上的这个老六干扰了敌人，要不然估计也没这么好杀，给这么大一个背身。好生热闹。竟然中了。反正这个点位也不错，就在这里待着吧。糟糕，天谴圈，飞机也不能用了，只能徒步进圈。这粉丝太好了，还送来一辆车过来，你说这车是要还是不要呢？这肯定得要吧，不要白不要，不能辜负了粉丝的一片心意。帅气，现在场还有最后的三门蝶，把这三个全杀了，公公就能吃到鸡。被毒死一个，还有两个，又前进了一个名次。缩圈了，准备封烟进圈。啥都看不见，全凭感觉。哦，厉害厉害，赶紧喝个能量饮料，然后继续开着进去，往前挪一挪，但是又不敢出烟雾弹。人在石头后，能炸到不？炸到就必死。哦，完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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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快快快快快快！完了完了，真没了。能自救不？现在还有最后一个，他被偷了，有机会有机会。啊，有个毛机会呀、啊！杀了7个，加了26分，还好啊，渡劫成功。